他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，但是我那时候却选择没有站出来讲述真相。所以我觉得当我看到小萌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感同身受的感觉。最深刻的那一个是第二篇，叫做往过去往未来。我觉得如果换成是我，我会做出跟这个孕妇一模一样的决定。他自己带着那个小孩去看这个风景的时候，顺便回顾着过去，也思考着未来，又有就是爱情的这种互相依赖的感觉，在这同一篇故事里面，所以我还蛮喜欢这样。我可能会推荐给正在面临巨大抉择的人，比如说可能要升学的朋友，或者是说你想要逐梦在家里反对的朋友，我会跟他说，其实有很多时候的结局不一定只有一种或是两种，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都有不同的看法，也会造成这个不同的结局。